Cheers！举杯敬酒，台北市长蒋万安坐东宴请上海市府。就在大伙忙着寒暄时，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麟传因为司仪失误没唱到名，被晾在台下。声音怕过有喜丑了，那也我也不在意。叶麟传对于小插曲不在意，不过宴席上上海市长公正这段致辞，让蒋万安表情越来越母汤。经济、市民福祉，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尽管蒋万安表情僵硬，不过却也主动表态，双城论坛要继续办。双城好，两岸好，一起努力。我也会持续的努力，以最大的力量，让双城论坛持续的办下去。这次访中行程，蒋万安两岸论述受阻，呼吁和平。只不过中国不给面子，蒋万安访中连续两天都有共机进来乱。好，谢谢。蒋万安选前承诺共机不扰台才办双城论坛，如今却晋升，就连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也对他隔空喊话，希望蒋万安在中国交流时能清楚向对方反映台湾人对中国军演反感心声。啊，你有向中方反映军演对两岸和平没有帮助吗？蒋万安依然笑笑没回应，也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怒轰，别忘了自己来自中华民国。出发之前在机场讲出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国家，落地上海之后完全不敢讲，只敢讲自己是台北市长，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华民国首都的市长。蒋万安想要定调城市交流，低调不谈政治，但说过的话言犹在耳，很难不被拿出来检视。三讯王家宏采用来自中国上海的采访报道。